其次想开车，再其次想学学钢琴和唱歌，再其次啊，锻炼锻炼，健健身。敌军还有三十秒，梦想有点多了啊，没有时间呢，就是。你倒是练，没空啊，因为外有点懒呢、啊。你健身得配上饮食啊，你不能说光健，光健还没用啊。健身的配饮食，天天咔咔吃，一顿吃，得从早上吃。我吧就得从早上开始吃，我跟你说。从早上一直开始吃，吃到晚上。哎，等那啥的吧。等那啥的吧，等十年以后的。多少年？十年啊？五年吧。五年，十年有点太多了哈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他叠我也叠，我们俩互叠，所以你就打我，你千万别打兵啊。你要干啥呀到底？你就 A 啊。A 给我 A 的，还没小兵打你打的疼。干他妈啥呀，别追了，走呗，有毛病是吧，龙王还帮干克呀，操，幺零呵，传送不？不传送啊！
再见。来个西地海，起飞了，五分钟九十扣。给我留个炮车，谢谢。幽灵，给我了吧？嗯，幺三加十二，给我了吧？哦，幽灵，哈，再守一波。给我了吧，加死二。是最后一个炮车，我们就回家，好吧？哎，耶！来个西兰刀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幽灵。An enemy has been
号幺零号，幽灵幺死二，哎呀，被打死。看看有没有 吃一口。幽灵号，加死二，再创一头啊！啊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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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来野人了，快撤！幽灵快跑，这狗死了。幽灵，哎呀哈，太土幽灵幺死二，哎，有点烦。哥错了，哥。人可挺多呀。你们说我来个木印还是来个无尽之印呢？不够无尽吧。无尽不够，先来个收集者。他们的死亡就
飞影儿这儿。咋那么张狂呀，哈人还挺多，算了。啊幺零，我疾跑一开加死，完了，他给我控死了啊！咋没暴击呢？是暴击一下没暴啊，哎，跟他奶奶的真烦呢、啊、还是 Q 少了兄弟，这要是个1000Q那个鸡直接被我们给 Q 死，幽灵，哎呦我操，这么有意思吗？我们家吸血鬼不挺狠的吗？刚才怎么能让中路让人推成那样呢？快点回去，算了，直接给他高地给他拆了，不是这打人不暴击，这55的暴击都哪去了？我操！俺们16-16，对面上高地杀人呐！这不行，这一个 Q 连小狼都 Q 不死，真是不太行啊。还是 Q 少了兄弟们，哇这女枪七波快呀，七波呀，快快快快快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操！吸血鬼上，给我杀他们！勾他，勾他，勾他！妈了个巴子的！这么难打吗？给我打一下子，好！哎，操了！里面还少一个人啊，有那么难打吗？
Shut down.俺们家这个吸血鬼还可以。当我的无尽青雨一除，青雨除完，我们再来一个满爆，来个驯印吧。来个蓝切、啊。猴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心里急，谢谢压力这么大，爱波波吉儿。谢谢压力这么大吧，得飞机儿，谢谢。别急啊。给我推死了，哎呀，虚区还是差点啊，这鸡都抠不动啊。勾他，怎么勾那边呢？哦，吸血鬼给我杀。俺们家就看这个吸血鬼了，兄弟们。谢谢蒲哥的水晶大火箭，谢谢，给个啵啵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好，又他妈是你们俩臭！不让人冻死吧！啊，给我推这儿，操！那、啊、过不去，我操，给我挡住了，从底下也过不去啊。哇哦，这吸血鬼的血，那是不太对劲儿啊。他下了不俩人吗？四个打三个，死光了。真是挺难打呀。黄体伤害应该不太够。满枪抢一个。干嘛的？给我了吧！你干嘛的？你给我！哎呦我操！这也能给他飞走？你飞来，看今天能飞哪去？追不上？鸡怎么活了呢？真烦人呐！
要冷容吧。换个鞋，这没到时候呢，别着急。哎呦我吸血鬼，感觉还是得木印，我觉得现在的无尽有点弱。星雨一除，再来个暴击，等个闪现，下波直接拿下700弹 Q， 100还是有点少。主要是下路劣势有点大，那中期跑来打团来了，耽误 Q 的时间了。如果吸血鬼死了，那么我们家应该是被一波了。要不要？那没办法，我又没有传送，他们自己死的跟我有啥关系？我也没招啊。